跟家人都很少能见到面，跟朋友更难。因为比如说他去了这个剧组，我去了另外一个剧组，然后或者说是一般剧组肯定不会说，除非说同一部戏，但是我们两个在同一部戏的机会很少。虽然说这次也在同一部戏里面，但是我们没有对手戏，就也就碰不到了。对，这一次是那个我演的是他的亲家，亲对家，对对，亲家，就我儿子看上他儿子了，啊不是，对，我在想这个是一个什么年龄阶段的戏？哎哎，我有点乱，